关西旅游玩腻了大阪京都奈良，还有什么可玩的地方呢？今天给大家安利一个小众景点和歌山。和歌山的南极白冰，有大海、沙滩、海狼仙人掌，不是啊，还有除中国以外拥有最多熊猫数量的冒险大世界。从大阪这边出发只要2个多小时，一样的价格，国内来旅游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购买 JR Pass 补值券加和歌山冒险大世界的套票，做攻略的时候发现还会另送1000日元的餐券，很划算。周游券取票要去新大阪车站的这个旅游服务中心，跟着指示牌走很方便，提示一下护照就可以取到了，买个饭赛票进站，很快就能找到车次和指定座位了。到了白冰车站，记得在3号坐这个巴士即可到达和歌山冒险大世界。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主题公园，非常适合家庭来游玩。这里竟然有个迷你非洲草原，可以坐免费的小火车进去近距离观察动物。四个大美女。除了动物，还有过山车、摩天轮这样的娱乐项目，大熊猫绝对是这里的镇馆之宝，看游客的阵势就知道了。周边商店里熊猫周边的数量也非常多，不愧是我们的国宝，在国外也有很高的人气。酒店的话，建议你们选在白良滨附近，走2步就是海滩。我们订的呢是这边的一个和氏酒店，里面也带有天然温泉。吃饭方面，由于这边商业开发的还不错，所以有挺多不错的美食，比如我们住的酒店旁边日本阿姨开的烤肉店，还有这边的法式拉面，味道都很不错，来吃的客人也非常多。拉面店的旁边有一家网红无边足汤，是开在一个酒店里面的，但是非住宿游客也可以进去，天气好的时候坐在这里泡泡汤看看海，大厅还有免费提供的毛巾，泡完可以用来擦拭。酒店里面还有一个面包房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坐在大厅点个面包喝咖啡，望着海发发呆。来关西玩的朋友一定要留个2天1夜来这边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关西。